另外一个议题是，嘉义市林松东路新店附近路面，在下晡出来水管爆裂，水渗到到规个路面，甚至爆裂水管水量破坏到路面一点仔仔。附近的居民忧心道路被掏空，经过半小时才由管理单位紧急处理，并同意停活工线。嘉义市林松东路新店附近路面。昨下晡五点，自来水管内爆裂，突然间在人工管内冲出了水流。大量自来水来溢出路面之外，也在道路下骹来闷压。水压冲出来水，将路边的沥青来变开，甚至还佫捞出大量的沙。因为内底土拢叫冲出来，因为这土是叫冲出来。排水沟内水是稀里哗啦，流速是非常急，道路水压之大。连在十公尺外，其他人工管也喷出水，居民是神惊到压力伤过大，道路被掏空，来感觉到惊吓。足久的安尼，啊，唔紧派人来甲阮修理啊！你啊，这土拢冲甲，拢无已经迄落呀，沙拢冲了了安尼。你老天压力真大哦，路拢变个死啊！哎呀，啊，怎么那么久了都不来呀、啊？都不来看一下，那么严重呢？历经半点钟，才由管理单位来紧急处理，并承诺会来抽换着管线。细心新闻蔡明东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